生先生，新加坡籍爱国华人，文学学士，现任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筹委会主席，新加坡中华国学研究院院长，新加坡慈世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编，中国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卜生先生发现了人类文化的 DNA 以及华夏古文化全息智慧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中华真智慧现代教育体系。他开创了人类全新智慧学的研究，揭示了全脑科学开发的秘密，并研发了一系列开发智慧的技术方法。张卜生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成功地将中华古文化和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管理相结合，创立了全新的圣王管理模式，揭秘了人生不同的秘密，开创了大格局的培养模式，在高度上、广度上、深度上再造人生，揭秘了神秘文化，将宗教文化理性化，帮助宗教文化从神秘中走出来，普为今用。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将中华真智慧与企业经营管理、人生管理进行了体之于身的实践，利用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将一个原本产值是零的企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其产值达到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水平，职员从4个人发展到400多人的规模。张先生通过实践证明，中华文化在当今社会是大有用处的。好，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老师张卜生大师，掌声有请。大家今天是来干什么的？我看大家十分的严肃啊，一点不够活泼。今天是请大家来过节的，就像你们过春节，过春节会怎么样？开心啊！但是我今天看不到你们开心，好像老师该你们不少钱，然后每一个都愁眉不展。给自己一个开心好不好？来鼓掌，来使劲。这个人活在世上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OK？ 这个别人不太容易照顾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再不给自己找点开心，别人就更不会给我们开心了 ，OK？ 所以说过节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要找开心啊。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说老师今年的这个冬至节啊不错。参与的人很多啊，把这个参与的数字也发来，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呢都尽孝道，一个比一个争先，但是这个祈福这个方面大家没有重视啊，很多人没有真正为自己去祈福。这个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网上传来的一个公案，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个道士呢，他修道一辈子，自己这个法力也是十分的高强。音量是不是太小了点？音响师。然后呢，这个他就到处去游方，结果走到一个地方以后呢，这个那个地方是乡村，没有电灯，到处都是一片漆黑，路又很窄，啊，这个。晚上走起来呀，一条小路，对面过来人撞来撞去的，啊，因为漆黑的，天黑的不见五指，所以是很容易撞到，彼此撞到，啊，也很不安全。然后突然呢，大家就在那嘻嘻喳喳说：“哎，那个瞎子又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就远远的看到一盏灯，在那个漆黑的这个田野中。
很明显的一盏灯，亮亮悠悠的，一点不亮的，不是太亮的光，长慢慢的在那移动。这个道士就很好奇，说那个点灯的是谁？他们说是个瞎子。然后呢，这道士就很奇怪，一个瞎子晚上出来为什么要点灯？后来呢，他就走到那个瞎子跟前，就问那个盲人说，你是真的瞎了吗？然后这个瞎子说，我真的瞎，然后从小就是天生的，生出来的时候眼睛就看不到东西。然后呢，这个道长就很奇怪，说那你一个瞎子为什么要点灯啊？他说我不为别的，我为我自己啊，因为这个地方漆黑的，我听他们讲了啊，我之前没点灯的时候老被人撞翻在地啊，他本身看不见路，那些人力又大，他是慢慢走，那些横冲直撞的漆黑的就把他撞倒了，所以他就为自己点了一盏灯。他说我点灯不为别人，我就是为自己啊，我就是怕别人撞到我，我点灯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这个道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恍然大彻大悟，他说我们这些睁眼瞎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眼睛不瞎的人不知道去点亮自己的灯，自以为自己很有本事，说是牛气哄哄，然后赶走黑夜，在那看不见路的这样的黑夜中，也不知道去为自己点亮一盏灯。但是一个瞎子，然后居然为自己点亮一盏灯，点亮灯的目的居然是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他。所以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修行者到底是为谁在修炼，为谁在修行？我们口号喊得很响，为众生，普度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实际上六祖慧能大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慧能无积粮，不断百日思。慧能大师是我们禅宗六祖，他当他成为祖师的时候，他说他没什么本事，积粮是一句古文，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本事，我唯一比你们这个多的那么一点知识来做祖师，就是不断的思维修，不断百日修，百日思。所以说我们一个修行者到底为谁而修炼？所以是我们要像那个瞎子一样，不敢横冲直撞，不要说我要去度众生，实际上我们先为自己，为自己去祈福，为自己去消灾，为自己去点亮一盏心灯。点亮心灯的目的是告诉众生说，我看不见路，我需要你们来照顾我。我们需要谁来照顾我们呢？佛曾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能度众生，实际上是众生度我们成佛。所以是谁如果说自己能度众生的话，你就是一个大魔头，真正的诸佛菩萨只能帮助众生点亮他属于自己的那盏灯，让诸佛菩萨能够找到他，让那些无始劫他接
接触的善缘能够找到他。当这些善缘看到他点亮了自己的灯的时候，他的灵光透出的时候，这些善缘就来报恩，就来还债。那么我们的善缘来了，助缘多了，我们这一生才能真正成就。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点亮自己的心灯，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让那些无始劫我们欠他们的众生能够找到我们，来向我们讨债。一个真正的成就者，一个真正的关爱众生的人，是不会再欠众生的债的。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如果欠别人的债睡不好觉，总是想尽快的去还人家的钱，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这样去选择的一件事情。那么你在无始劫的过去曾经欠下那么多众生的债呢？今生你要不要还？有人问老师说，老师，这个祈福消灾也好，九族超度也好啊，这个我们做了很多次了，一年你这儿去办法会就很多次，别的道场也办很多次，我们参与很多次了，那这个什么时间是个了啊？什么时间是个头啊？我什么时间才不用去参加这种法会了？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少世的生死轮回？你每一世的生死轮回又欠下众生多少的债？我说，你真的不用再去做法会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成佛了就不用了。你成佛了，你就不欠众生的债了。你不欠众生的债了，你就不用再参加法会了。那个时候不是你再参加法会，你成佛了，你是受众生的祈请去助众生成佛，不是去参加法会了。所以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要太牛，不要觉得我谁的债都不欠啊，我参加了这么多法会，业债早都清净了，欠人家的早都还了。如果你们欠人家的都还了，那你现在就应该飘在空里面，不是坐在地上。为什么？你成佛成菩萨了，变成光云身了，你的粗重的身已经完全光化了，说你不需要坐在地上了。有的人问我说，老师，你参不参加法会？我说我很老实，我说我每一次法会一定要交钱，无论是九族超度也好，这个祈福消灾也好，为我的全家，为我的父母，那么还是这个清心消业也好，我第一个交钱，从来不欠钱。他们说，老师，你组织的法会你还去交钱？我说我也是众生，老师也没有成佛，如果他成佛了你就看不见他了，哎，你只能是在这个静静中去看他，他还有肉身，一定是个凡夫。所以是我们大家要重视什么时间我们才不需要再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什么时间把欠人家的都还了，那就不需要。如果你还觉得没有还完，就一定得要点燃自己的心灯，点亮自己的心灯，让无始劫来那些我们欠的众生能够随时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来干什么？向我们讨债，我们才知道我们欠债，我们需要还。
我们才不会自大，才不会高高在上，觉得自己功德无量，做了很多善事了，啊，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坏事，啊，都离佛差不远了。实际上我们差得很远。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每次参加法会，不是为你的父母，不是为祖先，不是为你的儿女，实际上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在这个法会期间为自己点亮一盏灯，告诉诸佛菩萨，我还欠很多众生的债，当我点亮灯的时候，那些冤亲债主一定会看到我，他们会来向我讨债，这个时候我希望诸佛菩萨诸圣者能够助我一把力，能来保护我，让我今生尽行受，这一世能够还完所有的债。我们点亮心灯，点亮一盏灯，告诉那些历史上和我们有善缘者，需要你们的帮助，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没有办法还清这个债，是所有的善缘，那么希望你们帮助我来成就今生成就。一个成就者就是还完了债的人，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修炼修得很高了，我都修了多少年的法了，我修了多少多长时间的这个道了，然后我参加了多少次法会了。说当年梁武帝斋僧无数，建塔庙无数，达摩祖师见他的时候，他问达摩祖师说，寡人见寺无数，斋僧无数，功德若何？达摩祖师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说功德也无。那么佛在法华经中告诉我们，你即便这一世你修到一个大阿罗汉，修成声闻缘觉，出离了六道，不再生死轮回，你依然是佛门中的外道。何况我们在座的各位真正升起出离心的并不是很多，也就是你连阿罗汉连这个声闻缘觉都做不了，因为你不生起出离心，不出六道轮回，那你连阿罗汉都不是啊。佛告诉我们，即便修成阿罗汉了，修成声闻缘觉了，你还是外道，还是佛门中的外道。佛告诉我们，只有一佛圣，什么意思？只有你今生成佛，然后你才究竟圆满了，这就是你今生来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每次参加法会，不要说哎，我又要做功德了，我又做功德主了，我们要抱着一个哎，我又有机会还债了，啊，我又有机会面对我那些冤亲债主来讨债了，我又有机会请那些善缘者来助力我成佛，使他们积累功德了，我又有机会亲近诸佛菩萨诸圣者了，他们一定不会舍弃我们，在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现身来帮助我，无论是诸佛菩萨还是龙天护法，他们不舍众生，一定会助力我们成就。说大家要记着，每天为自己点亮那盏灯，因为我们在世间现在是一个污浊恶世，一片的昏暗，一片的昏黑，这是一个污浊的恶世，我们在这个污浊恶世里面要今生成就，我们需要在黑夜里点亮一盏灯，不是为别人去照亮，是为自己照亮。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实际上我们叫睁眼瞎，你的眼睛不瞎，心不亮，
你的眼睛不瞎，你的智慧未开，你的眼睛不瞎，但是你不知道一条光明的回归路应该怎么去走。说我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心灯点起来啊，那么你们现在闭着眼睛，把意识回归自己的大脑，回到大脑的正中，把左眼右眼往后翻一下，翻一下，然后交叉在自己的大脑中宫啊，在那个地方观一个明珠，像月亮一样的光而不耀的一团灵光，砰，放一下光，使自己的灵光在颅脑腔正中闪现一下，然后现在就闭着眼睛去观那个灵光珠啊，让它放一下光。无论你修过系统的课程还是未修过课程，你现在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力，需要用左右的眼睛，用那个视神经向后去看，交叉一下，你只要这样做，一定会有东西在你的颅脑腔中发生变化，不是让你去用想象力，说是那么它会像闪电一样的砰，有一个光点在大脑正中升起来，说你让这个光点砰放一个光，四面八方的360度的放光，然后把大脑里的黑暗给驱除出来，然后再从自己的这个大脑正中凝聚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光珠，顺着你的身体正中央到你的胸膈膜上端正中央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一团光如同鸡蛋一样插撞击那个膈膜以后炸开碎开裂开，变成一朵莲花，上面拖着一盏灯，这盏灯把它点亮。如果你那儿不亮，你就睁开眼睛看看这个舞台上面的灯，把那个灯看上几眼，再闭着眼睛进去看心间，看自己的那个蜡烛也好，看那盏灯也好，把它点亮。这个灯是你的性光化成的，楞严经告诉我们性一切者，所以是它可以性空真火，它可以点亮心灯，把自己的那盏心灯点亮起来，把自己胸腔的黑暗驱逐出去，然后这盏灯大放光明，光芒四射，把自己胸腔里的黑气浊气病气邪气都排出去，你的两手扶在膝盖上面啊，扶在双膝上面，对，手里不要拿东西，这样你的这个黑的东西容易通过毛孔和双手出去啊，点亮这盏灯啊，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前后左右的胸腔有四盏灯也把它点起来，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热乎乎的，整个胸腔开始有一点热乎乎的这个感觉，那这个时候你为自己点亮了中央的主心灯，也点亮了四方的心灯，前后左右，然后让心灯放光，想克就克啊，不要去抑制住自己啊，想打嗝没问题啊，你就放心的去做，把自己胸腔的这些黑的东西浊的东西排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是超度法会啊，消灾法会，那你把这些郁在自己 DNA 中的黑子清除出去以后，那你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光的接引，这些黑子都会被超度，这都是你的业力的释放，都是好事情。然后把胸腔的五盏灯关了再放光以后，关五盏灯凝聚成一个光珠，是透明的，
水晶一样的透明的光柱，用两个眼睛的神光，左眼右眼交叉看着这个珠子在胸腔正中央，然后把它送到，用眼光送到自己的心脏里面去，在心脏里面放光。心脏是你内生国的君王皇帝啊，他明了，君王明了，小人就远离了，然后这个你就国泰民安了，你内在的国家就国泰民安了，然后所有的臣民，所有的这个大臣，所有的官员，在明君的引导下就会把国家治理好，那你体内的所有的这个病业力就可以快速的得到释放，得到治理。所以是在这个光珠进去自己的心脏以后，它会染成红色，像太阳一样，早晨太阳出来光芒万丈，照射从内往外360度放光，把心脏心包里的黑气浊气病气借着这个光排到外面去。第二次观自己的心脏正中央的红光珠放光，冲破自己的心脏心包胸腔的场，将里面的黑气浊气病气郁气闷气恨气怨气统统排出去。在第三次观心脏里的红光珠红太阳大放光芒，好，收这个红光珠到胸膈膜上端，一个莲花托住，在胸正中央放光，光芒四射，上下左右前后大放光芒，把肺还有整个胸腔的啊气管支气管喉部的啊向下到脾胃的光芒四射，然后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黑色的不好的东西通过毛孔通过穴道排到体外去。第二次观胸中央的红莲花托着红光柱放光，大放光芒，光芒万丈。第三次再来观放光，大放光明。然后这个红光珠向下穿过胸膈膜到自己的膈膜下面的这个腹腔顶端，一个莲花倒放着，莲花瓣向下，光珠镶嵌在莲花中央放光，上下左右前后放光，把自己的右侧的肝脏三叶肝脏胆囊脾胃胰脏中央的还有后面的双肾膀胱然后大小肠子宫啊，这个卵巢男的前列腺啊，睾丸前后二阴全部光芒万丈的照一下，就像太阳出来以后照大地一样的光芒万丈，然后往下照，照自己的大腿、膝盖、小腿，一直到自己的脚踝、脚底板、脚趾，往下，整个光芒万丈，啊，然后照一下，向上照自己的胸骨、后面的夹脊、脊椎骨、双肩，把自己的双手。双手臂的上端双肘手臂下面的前臂手腕手指手掌都从内往外放光，照一下，借这个太阳自己的
内在的太阳的光，把自己体内的所有的阴的不好的东西都清除出来，那么准备接下去的整个的活动中得到超度，然后再把这个红光柱向下放到自己的肚脐眼后面，浓缩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红光柱，在这个地方要旋转，它是自转的，右后左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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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然后观自己的前列腺、子宫口、阴桥区有火焰升起来，像这个蜡烛的火，又像液化气的火，呼呼的烧，烧热自己的小腹腔，左眼右眼要盯住那个火看，耳朵要去听那个火，这个时候身上会发热，让那个热向下走，走大腿、膝盖、小腿啊，整个脚要往下热，不要让它往上热，如果下腹腔全部热起来了，不要让它热过胸膈膜，整个的上腹腔可以热，往下使劲热，观着自己的火焰，观着小腹腔的那个红光珠，右后左前，右后左前的旋转，四面八方的能量螺旋着向自己的红光珠中凝聚凝聚凝聚，这个整个是一个正心诚意啊，然后格物致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现在观着小腹腔，观着这个火焰，观着那个红光珠的旋动，然后来听老师介绍冬至养生啊，古代为什么重视冬至节，在这个状态里听。那么你听到也好，听不到也好，没关系啊，我们今天有录影，将来会上载在网上，你再看。那关键是保持这种状态，那听一会儿以后觉得老师的声音很远很遥远，那么好像是从天外来的声音一样，那就保持那种状态啊，不要去争取清醒，道为忽恍为恍惚，所以你要在忽忽恍恍的这个状态里面去听这个老师的这个介绍。那么在我们传统的祖根文化里面，历代特别重视冬至这个节日啊。冬至这个节日是一个什么节日呢？它实际上是地心这个天地的能量在秋天的时候开始进行分裂，天气开始向上啊，收敛归天心啊，地的能量开始向地心储藏，一直到冬天完全收归到地球的核心，那向上的能量呢收归到天心，这个就导致了天地的能量的分裂，就是本来天气要向下走，地气要向上走，现在是地反倒不向上走，向下收敛到地心了，天的能量回到了天心啊，回归到天心，宇宙天心，说是导致了北方的整个的冬天的来临，然后草木枯槁，万物就没有了生机啊。那么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开始，地气再次的上升，天气再次的下降，说到春天的时候，天地的气会浇在地球的表面，这个时候大地才回春，然后草木特别是小草才开始绿起来。说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天地人三才，天地物三才这样的一个生命实相，
古代的圣者，他们不是自己规定了什么，而是发现了天地万物生命的实相，宇宙运作规律的实相。说释迦牟尼讲他一辈子没有讲经说法，他只对了宇宙实相，对于生命实相进行了描述，告诫我们，教导我们去顺应宇宙的法则，生命的规律。当我们顺从宇宙法则、生命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顺顺利利，就会平平安安，就不会那么倒霉。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也有它一个生存的法则，叫社会运行的法则，社会的规律，社会的规则。我们只有顺应这个社会，我们适者生存，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完成自己生命的使命。所以说我们无非要遵从一个宇宙的法则，遵从宇宙法则，我们会得到宇宙大到星体，小到草木的，还有小昆虫这些生命的帮助。那么我们遵从生命法则，我们就会一年四季的安康，不会生病，百疾不生，不会导致着自己的身体受损，脏腑受损。所以说我们遵从生命法则，我们就会健康长寿，我们就会心安理得，心安理得了，定力就增长了，定力增长了，智慧就开发了。我们一旦拥有了智慧，再难的事情在我们眼中都变成了很小的事情。在生命的法则中，我们需要有精力、气力、神力，你才能够精神百倍，才能斗志昂扬，才能心识气越强，成为一个真正的坚强的一个强者，你才能帮助弱小者。说我们需要精力、气力，气力某些方面又叫体力，那么我们还要神力。神力你要有光，你要有 battery， 要有电，你只有光有电，你的精神才会好，你的神力才会展现出来，你的神勇才会展现出来。这是生命的规则，所以说这个要求我们有精力、气力、神力，在古代称之为精气神三宝，乃是我们生命光彩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能量。社会的法则、外在的环境、别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智者只改变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也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照亮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再不糊涂，让我们自己处下柔弱，而不是刚强，而不是逞能。我们要祈求宇宙星体的帮助，祈求万物的帮助，祈求那些爱我们者的帮助，祈求那些恨我们者的原谅。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有大爱，当我们拥有大爱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不妨碍别人点亮自己那盏灯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别人的呵护、别人的照顾、别人为你让出一条路，让你平平安安地走下去。
说人不可张狂，所以这是社会的法则，上善若水，处下不争。当我们越处下的时候，我们越变得高大，我们越被别人所尊重。当你越牛的时候，越逞能的时候，得到的都是别人的嫉妒、嗔恨和障碍。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适应社会的法则中是示弱，而不是示强，是示柔而不是示刚。不要觉得自己很牛，自己很刚强，要处下不争。我们需要众生的帮助，只有众生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圆满成就圣者的追求。所以大家要遵从社会的法则，遵从生命的法则，遵从宇宙的法则。在这三个法则中，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心理，改变我们的灵魂。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变成金刚不坏身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精力体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是大家要重视，当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态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永远是阳光，无论是外面是刮风下雨还是阴天黑暗，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点亮着一盏灯。那不仅仅是你的灯，而是众生的希望，众生的光明。正因为你点亮了那盏灯，众生才不会被伤害，众生也不会再伤害你。所以说我们在自己的心态上面要调整过来，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是弱者，我们在整个宇宙星空中渺小到连一个蚂蚁那么小都不是。我们的牛要放下来，说这是心态的改变，灵魂的解脱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需要提升灵上面的量级，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得到净化。当我们的灵魂完全净化成无量光的时候，我们就跟法界这个法海融合成一体，和诸圣者融合成一体。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灵魂，使自己灵魂上染污的那些黑子都得到释放。那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一年中最好的时机就是冬至这一天。冬至这一天，万物的能量都凝聚在自己的心中，像地球一样凝聚在自己的地球的这个核心里面。我们人是个小宇宙，我们法地说是地能量都凝聚在地心里面，你的能量在这一天就全部的凝聚在自己的真心里面去了。当它达到最后的凝聚完成之后，冬至一阳生，它由静极而开始产生阳动。说冬至这一天，无论是修行者还是普通的众生，都是一次新生的开始。过去的一年已经完全死干净了，新的一年开始了。说大家这一天要火一下子，要心态亮一下子，
要 happy 一下子，要开心一下子，说是请大家来过节，等一下我们参加火供，借着那把火把自己烧旺，把自己一切的倒霉的事情在今天来一个结束，把自己一切的希望用自己的这把心火，用地心中的火，用天心中的火，人心中的火，点亮自己的永远不灭的心灯，然后开始新生的新生，在新的一年的新生的开始。量子意识，这个科学告诉我们，量子是拥有意识的，我们的量子可以往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消沉方面，一个是积极方面，再由我们意识的支配。所以大家学过系统课程的人都知道，量子是物理的，是物质的，但是今天科学家发现量子有意识，它会思考，它不仅仅是物质，它除了物质性还有意识性，那它还有波动性，就是能量的属性。所以说我们要使自己的心态在冬至这一天完全向光明、亮丽、积极、兴奋、高兴、快乐这个方面发生根本的转变，把自己这一生中到今天为止的所有的不痛快、所有的怨恨、所有的倒霉画一个句号扔掉，那都是过去时空中的东西了。时空在今天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空，接下来你走的每一分钟都是新的，跟过去是没有关系的，一切的过去都是梦幻泡影。你无论倒霉也好，无论成功也好，那都属于过去的时间跟空间，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是全新的时间跟空间。我们把握好自己的心态，扭转过来，输入一个新的软件，一套新的程序，使自己开始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像在中国的历史上，冬至曾经被定为春节，就是万物复苏的开始，生命希望的开始。这是后来逐渐的把春节分开了，把冬至不再重视，正是因为丢失了生命的本质，丢失了生命跟宇宙的全息合一性，人为的定立了春节为我们一年的开始。实际上真正的是冬至这一天是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冬至一阳生。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法会，是要大家活起来，是让大家旺起来，啊，借着这个法会，待会儿火供的这个火，啊，我们为众生超度，啊，为九族超度，为众生祈福消灾，点起的这把圣火，变成你的真火，变成你的心中的明灯，在新的一年里开启一个全新的征程。所以大家要重视冬至。那冬至呢，在这个南方有吃汤圆的习惯。那为什么？这个要使你的内在的火升起来。说真心在胃，就是你的脾胃后面有个穴位叫黄庭，说那个地方是你的心意合归，把心放在肚子里的位置，是你真心的位置。在冬至这一天，所有的能量，
凝聚在你的这个黄庭中央的那个点，所以是要吃一点热的烧的东西，然后使自己的胃热起来，那么火起来，那么传导这个热到后面的心里面，热乎乎的。所以今天让大家在你的这个胸膈膜下面用太阳光去放光，目的也是让你这个地方热起来、烧起来、火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啊，很重要。这是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契机，啊，是你所有的霉运都会跑掉，啊，说是过去的东西不要再去想，从现在保持住自己心态的一个积极量力，啊，积极的在人生的实践中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完成自己的设计，啊，朝着自己奋斗的目标勇往直前的去奋斗，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是北方人，在我们北方这一天我们吃水饺，吃水饺的时候要混着吃下去，不是像你们又用刀又用叉把它切来切去的吃，那是要整个水饺混着吞下去，并且要稍稍的热的时候吞下去，啊，你们吃汤圆的时候也不要用冰，使汤圆冰凉凉的吞下去，那你把你自己的那个真心里的那把火反倒给浇灭了，啊，新加坡虽然热，实际上我们需要出一点汗，需要热的东西进胃，啊，使自己的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阴的东西得到释放。说记住，冬至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尽量不要喝冰水，不要吃凉的东西，要吃热乎乎的东西，维持住自己的心中的那把真火，点起来的这把真火，让它一直热热的烧下去。所以这是一个诀窍，大家要重视，啊，要重视这个诀窍，啊，不要以为无所谓。那这是这个关乎到你这一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在生命身体方面的一个来帮助你心活起来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今天、接下去、明天、后天连续三天，啊，你说有的人说老师你不早说，那你就从明天开始数三天也好用，啊，还有后面三天，啊，一定吃得冒汗，啊，然后能吃辣椒的吃点辣椒也可以，总是让自己的胃热起来，胃热了你的心就热了，心热了人就亮丽了，就不会见面像讨债一样的都愁眉不展的看着老师，老师还没坐下来掌声就没了，啊，那是鼓给你们自己的，哪是鼓给老师的，啊，那老师要坐着那掌声还不断，啊，那才是给老师的，啊，所以说大家要重视调自己的心态。一个人这一辈子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来决定你，都是你的心态决定的，心态是你的软件，所以大家自己要把自己的志气定得高一点，远大一点。有的人，你们在座的很多是已经是财富自由者，就是这一辈子不会缺钱花的人，但是你们记着，你是不缺钱了，这个世界智慧不如你们，体力不如你们的人太多了，精力不如你们的人太多了，老人需要我们这些高智商的人、高级白领们去照顾他们一下，那些他的父母没有能力养活的孩子，没有能力支持孩子上学的那些弱势群体，需要我们这些有智慧者、高薪阶层的人关照他们一下。说一个人当财富自由的时候，不需要再去努力拼搏的时候，正是你开始修佛修菩萨的时候，你要有大悲心，
要有菩萨心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不是？我们古代有四大祭祖日，那么今天就是其中的一天，九九重阳是一天，冬至日是一天，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清明节，还有中元节。这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人过得风风火火的，快快乐乐的，我们也要在黄泉之下的祖先们也要过得活活红红的，开开心心的，因为他们还以另外的形态存在我们的宇宙时空。这个就是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量子意识带给我们的启示。量子意识告诉我们，是量子，是物质，就一定有意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人过世了，他们还有骨灰，或者还有尸骨在这个地球上，那他就有物质，有物质他就有量子，那么有量子他就有意识，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幽冥世界中，他有想法，他有思想。所以这就是我们华族文化优秀的地方，华族文化从古到今意识到能量不灭，意识到物质有意识的存在。所以我们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祭神如神在，我们祭祀自己的祖先，就像他们和我们在一个时空中一样，我们恭恭敬敬，我们打心眼里诚诚恳恳啊。所以这个是源自我们华夏文化八千年的优秀传承孝道。那么这是大家做的不错的一面，所以这次我看了一下这个九族超度牌啊，做了很多。大家做的不足的一点，就是没有为自己点亮那盏灯，你要为自己祈福啊。记住古代的圣贤讲过一句话，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必得其寿，大德必得其禄。什么意思？你的钱一定要比别人多，你的身体一定比别人健康，你的名气一定要比别人大，这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不是说越学越倒霉，越学越穷啊，越学工作也没了，这个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讲究大德必得其位，你的地位是否崇高了，你的寿命是否延长了，你的身体是否健康了，你的钱财是否广大了。如果这些都不如意，只能告诉你一点，你没有好好修炼，你做人做得不成功。说人不成功，你想成佛菩萨，人都你做不好，你做给你个佛菩萨你也当不好啊。所以大家要重视人成佛继承这句话，说我们现在是个人，先要尽人道，一定要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家庭成功，幸福美满，五福临门。所以大家要学会着祈福啊，祈福。那么我们的福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见了？因为有灾。什么是你的灾？冤亲债主讨债你未还，你用另外的方法还，你还是用自己倒霉着不能够成功去还。说聪明者当然是用生命的光，用借诸佛菩萨的场，在这个场中祈福，为自己祈福，为家人祈福啊！你真正有博大心，为整个新加坡人祈福，为整个地球众生祈福，为银河系太阳系的众生祈福，为141年的宇宙祈福，为整个法界众生祈福，你的心量广大，你就这样去做，
说是你诸佛菩萨有求必应，大家不求，你为什么不求啊？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没有做祈福消灾，为什么不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刚才讲了，要为自己，那个瞎子点灯先是为了自己，间接他照亮了别人。你让自己不成功，你整天的烦恼，你不是一个人在烦恼，你带来了全家人的烦恼。你是公司老板，赚钱不咋地，生意不咋地，你不是一个人烦恼，你让整个公司发不上工资都在烦恼。你是个不负责任者，你做父母你烦恼影响整个家庭，烦恼儿女们都跟着你烦恼，你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所以大家要记住，要祈福啊，要真的要补上这一堂课啊，不是为自己啊，是为自己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员工，为员工我必须做成一个好老板，我的生意必须旺旺的，我的公司必须发达，我才有钱养活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一个员工后面至少跟着好几个人的，他的父母需要他，他的太太需要他，他的儿女需要他。所以是大家要重视，一个员工背后至少有5到6-7个人，孩子如果多他会更多的连带。所以是这是谁的责任？是你们这些做老板的责任。你们今天来了很多老板，说你要为公司祈福啊，那公司祈福了，这个诸佛菩萨有愿必应，有求必应，你不求他不应啊。所以说大家要重视这个有求必应，有愿必成啊。那你如果忽略了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让你有一个时间发心愿啊，你可以把这个心愿记住，老师提醒你了，一定要向法界众生，向那些因你的光而来到你周围的那些诸善缘们祈福啊，向诸圣者祈福，请求他们的帮助，使自己的五福是福禄寿喜啊，还有一个安康啊，都要有。所以大家想改变命运，不需要去费太多的劲，你真正懂得诀窍的人，在能够有诸佛菩萨莅临，在一个真正能够连通十法界的这么一个道场中，发出自己真诚的祈求，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帮到你，这个是比你做什么都要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要学会着为自己这个祈福啊。那么我们这个祭奠祖先的意义在哪里？我这个有2次带团队去东北的温哥华，加拿大，这个叫落基山脉，它的主峰在罗布森山啊，在这一条龙脉上可以看到从源头罗布森山的解穴的一个小石头啊，那么一个小厂，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冰原啊，它往下走的大概走了200公里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就开始变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山啊，但是那个山还没有五级芝麻山大，很小啊。但是到了班夫，又往下走了200公里的时候，到了班夫它就开始变成一个不太小的山了啊，大概那个山有我们五级芝麻山大啊。但是这个穴呢，最后走到了温哥华的时候就不得了，就变成了一个大山。那整个从罗布森山往下延续的两个，在峡谷中间一条河，两岸是峡谷，
刚好马路也在那个地方，这样左青龙右白虎，犬牙交错，交错下来，就像 DNA 一样。大家学习过都知道 DNA 是双链的，在双链中间镶嵌着氢键，透明的氢键和光子，有一些是黑子。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爷爷那个地方是一点儿，到了爸爸的时候就大了一点儿，多了一点儿，到了儿子的时候就更大了，那个山就更大了，到孙子的时候四代下来已经是相当大的一座山了。那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爷爷身上的一点善到了孙子身上，从你们这是太爷身上的一点善到你这儿，它就变成了一座山，这是变成了一个善的大山。说我们今天很多人没怎么费功夫就赚了不少钱，你不要以为自己机遇好，实际上你在吃的祖宗山，祖宗给你留了一点善在你这儿变成了一个大山的善。同样的，如果当年祖宗留了一点恶到你这一代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像山一样的恶业现前。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好人，德行很好的人，机遇不太好，状况不太好，做啥赔啥，做什么不成功什么，不是你的过错，是你祖宗给你留下的业债。我们不单是从祖宗这个地方继承了 DNA， 这个 DNA 来自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身上扛着两座山，一个是来自你的父亲，一个是来自你的母亲啊。父亲的这个九族，母亲的九族，最后留下的善报在你这个身上，留下的恶也报在你这个身上。那么我们在我们身上要搬掉一座山有多大多难啊，说是实在太难。但是我们还未发生的山，将来要长成的山，现在它可能还只是一个小黑点儿。在哪里是小黑点？在爷爷那个 DNA 里面，在太爷爷，在九族的 DNA 里面，它可能目前还没有变成夜山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小黑点。所以是中国古人特别的智慧，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以后让大家尽孝，尽孝去干什么？替九族小也。九族就是你爸爸往上数啊，爷爷往上数是第一族啊，是爸爸这一代是不算数的，爷爷是第一族，爷爷的爸爸是第二族，爷爷的爷爷是第三族，你往上数九族，大概这个时间是500年，500年的东西影响我们是最大的。在古代叫九族超生，祖是祖宗的祖啊，九代祖先上去，在九祖那个地方搬掉一个小黑点儿，你这就是九重山就没了，一个大山就没了。他古代让我们进孝道，去祖宗那儿去清理因果，他的道理在这儿啊。但是我们因为文化的缺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忽略了它的科学性，现在很少有人祭奠祖先。那么即便家里有祭祖的，也只是祭一个人的祖，一个姓的祖，比方说我姓张，我爸爸姓张，说是按照传统封建的做法，那么只是祭奠张姓祖先就可以了。为什么？我妈妈姓毕不可以啊，啊，我这儿不可以设姓毕的牌位啊，我姓张啊，我是儿子呀、啊，并且最惨的是女儿还不允许设牌位啊。他说女儿是嫁出去的这个人泼出去的水啊，啊，以前的话这个皇家人嫁给我要加个张皇室，你连自己的姓要改掉了。
这是一个恶劣的习惯，这是一个恶的文化。为什么？这是封建王朝留下的东西。那今天科学家为我们解密，我们身上有两个人的 DNA， 也就是有你父亲的 DNA， 还有母亲这个地方的 DNA。 你只搬走了爷爷身上的山，你没有搬外公身上的山，到你这儿照样受罪。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人祭祖也不得好的原因，因为你只祭了一个人的祖。所以大家要重视，科学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告诉我们原来祭祖，原来孝道是这么重要。我们不是为了祖先，我们就像那个瞎子一样，是为自己呀。为了自己不受一个山的业力的阻挠，我们需要去祭祖，我们需要从祖宗的因果上，祖宗的这个基因链条上释放那个黑子，释放那一点黑子，我把九族的一点黑子释放掉，我这就少了九重山了。所以要学瞎子，记住不要再那么伟大，我们真的很自私。修行者成就者是最自私的，因为他知道我不帮祖先一定自己不能成就。不要那么伟大，说我为了祖先成神仙，我们为了自己成神仙。你自己成神仙，九族可以超生啊，一人得道九族飞升啊，那才真帮了祖先啊。你自己不成神仙，你祸害祖先啊，到你这就成独苗了，再没有了。你这个不成就啊，你连累祖先都不成就啊，你看你多大的不孝啊。所以说没有重视这一点，说我们为自己坚决为祖先做好祭祖的事情，做好为祖先超度的事情。但超度祖先，我们是超度祖先的什么呢？是祖先。我们人都有三个魂，一个叫幽精，一个叫胎光，一个叫爽灵。那么在天上和天连接的天魂是我们的胎光，叫入胎之光，是他先选择了母亲父亲，才有了我们接下去的生命。然后这个天光，天的这个灵光选择了自己的父母之后，那么大地地魂，我们历史上的地魂叫这个啊，爽灵才会从地府中释放出来入胎。那么在父母在行房的时候，有了胎光的这个光，卵子跟精子才能相遇，才能有我们肉身的萌芽，那个才有我们幽精，就是人魂，这个三魂中的人魂成就，所以我们叫三魂七魄。当你出世以后，过百天内，49天之内，你的七个魄才会长成，这个时候你才有了灵魂魂魄，啊，魂魄有了，你才会有体内的万神，眼有眼神，耳有耳神，心有心神，眼耳鼻舌身意，五脏六腑都有神。说这个古代呢，把我们的生命实相研究得透透的。那今天呢，我们把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因为我们只要马尼，要马尼以后把命给谁了呢？把命给医生了。你想医生是什么人呢？医生是商业社会里的一个赚钱职业，你把命包给他了，那不等于把钱给他了吗？他不从你身上拼命的，你因为要命所以就拼命的要钱，所以结果他要了钱能给你把命搞回来还不错，实际上要了钱他告诉你一句话，我根本治不了你的病啊，你等死去吧。你看哪个老人死在医院里不是等死了？医生怎么救了他了？说是命是自己的，命不是别人的，命是三魂七魄，
命是灵魂体，灵魂不在了，肉体一定会死亡。灵魂如果光彩有生命，你肉体一定活蹦乱跳。所以说我们记住，我们超度祖先是超度祖先转世投胎的天魂跟地魂，幽精呢它是叫守尸鬼。我们的祖先去世也好，我们将来去世也好，他是看着自己的尸体的，看着自己的骨灰翁，看着自己的这个坟墓。说古代人特别重视这个事儿，他说人死以后一定要入土为安。我们现在世界不安，都是因为我们的先人过世的人没有入土啊。所以有的人说，哎，我放了骨灰翁了，骨灰翁暴露在空气里面没有入土啊。说我教给那些学生一个招，我说这样吧，实在没办法选骨灰翁，选地下室的位置啊，那至少是在土下面，那也算入土为安了啊。最好是把骨灰翁能埋也埋下去，那也就入土为安了。这个古代人有一句话骂人的话，说什么你这个家伙将来不得好死啊，死后死无葬身之地。这些应在我们现代了，我们被诅咒了。第一，我们不得好死。你看看以前古人叫寿终正寝，无疾而终，没有病死了。现在有几个是没有病死的？有几个是无疾而终的？说你不得好死，最后都跑在医院里去啊，张啊张啊嘴不想死，最后还是死了断气了。哎，这个就不得好死。那好死是什么？预知时日，告诉儿孙说，哎，我过几天要走了，你们准备一下，也不要哭啊，我这个不再回来了啊，所以你们准备准备。结果没有病在家里啊，就真的到那一天人家就走了，没有病，不连累孩子们啊。所以是年轻人今天来的不少，你们要学会一个智慧，赶紧把你们的爸爸妈妈送来找张老师上课。为什么？让他这个将来呀，到老了不生病，到老了腿脚有力，不要躺在床上。老年人要有这个自知之明，赶紧来上课。干什么？因为你们太爱孩子了，从他们小的时候你们就疼爱他，记住到你老了的时候不要祸害他们。你只有老了没有病，腿脚利落，不躺在床上，你就不会连累儿孙，你就不会去害他们。否则他又要工作，他又要尽孝，又要惦记着你，这两头不得安神。所以是古代人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把参加法会清音消业，把自己的冤亲债主在他们还没讨债的时候提前清理干净，那就不会连累儿女。所以是以后年轻人来，把爸爸妈妈都带来，在这个现场好好的清音消业，好好的用光把他身上的黑子释放掉。爸爸妈妈的这个身体好了，他的这个体内的这个黑子释放掉了，你就轻松了。这个我经常见到一些人到这里来，爸爸妈妈走了，马上人就垮下来了。他不明白什么原因，我好好一个人，为什么爸爸去世了，妈妈去世，我倒垮下来了。这个父债子还啊，爸爸活着，妈妈活着，这个祖先的业债是他在扛啊。当他过世的时候，他再也不能扛了，那不就到你肩上去了吗？说是那你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帮他们在他那个时候活着的时候把这些业债都消掉呢？那你到时候不就不用什么了，背这个债了吗？所以大家要有智慧啊，啊，有智慧啊。所以要有聪明，就是关爱自己的父母，一定带他们参加法会，一定劝他们好好修炼啊。
那么他到老的时候不生病。我的爸爸妈妈今年这个马上明年爸爸80周岁了，要过生日了，要请大寿了。那我为什么可以这几年都不回中国去看看他们，有时候反倒连累他们来看我啊，因为不担心，他们的身体很好。30年前我最做对一件事情，带着他去拜了我的师父，开始修炼啊，开始学佛，开始修道。所以是跟他一起的我的舅舅我的叔叔啊，都比他们年轻，但是走了好几个了。然后那么活着的一年要跑好几次医院啊，不是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就是高胆固醇啊，连累孩子们啊，上着上着班赶紧跑回来往医院里送啊。这个30年前爸爸妈妈开始吃素的时候，他的姐妹们就笑话他们，兄弟姐妹就笑话说，说是哎呀，你们有没有脑子有问题呀？这个年轻的时候，咱们年轻的时候穷啊，这个没有钱吃喝啊，哎，现在有钱吃喝了，你们倒不吃喝了，你们倒吃起素来了，吃做牛羊吃草了，笑话他。今天说看着他们从来不生病。啊，这个感冒打个喷嚏就好，吃粒药就好，羡慕他们，说哎呀，早知道当年跟你们一起修炼了。这现在被病魔折腾着，是有钱治病，不是没钱治病了，社会好了，钱多了，罪谁受啊？所以说我们聪明者要懂得祭祖，要懂得九族超度的意义在哪里。刚才说不是为别人，就是那瞎子，就为自己，就为自己去点亮那盏灯，就为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儿孙就为自己的奶奶，为自己的爸爸妈妈做这件事儿，让他们健康起来，趁他们活着多消点业，你那背的就少了一点。真为自己想，坚决为父母健康了，他们不受病苦的折磨了。做父母的为自己想，要好好修炼。为什么不要连累儿女，也是自私，也是为自己想，因为我疼他们一辈子，对不对？从小啊可爱他们，长大了爱护他们，到老了可不要祸害他们。说这个道理大家想明白了，这就是我们古代为什么全民修炼的原因。在中国古代我们叫神州大地，神州大地没有病人，没有不健康者，没有不开心者。什么叫神州啊？就是神仙住的州啊，神仙住的地方啊。说咱中国叫神州大地是来自这个，叫神仙满街跑，神仙满街走，街上大街上都是神仙啊，都不生病，都活得开心，活得跟活神相似的。所以我们要恢复这个时代啊，我们在南阳开了个很好的头啊。那么大家有信仰，但是没有重视身体，信仰自己的身体。当你身体不健康了，你什么信仰都弄不了了啊，念佛也念不动了，想往生也往生不了了，哎呀妈呀的，最后只有去了三恶道了，嗔恨吗？是不是？你要不哎呀妈呀的，你念佛就一定去极乐世界啊，开开心心笑着死的，对不对？那就啊，我走了，阿弥陀佛来接我了。哎，我走了，弥勒菩萨来接我了。哎呀，我要走了，这开开心心的走了，哪有哎呀妈呀的去了净土的？啊，是在生病啊，在难受着，那嗔恨啊，这个叫死的时候如临龟剥壳啊，这活着的乌龟活生生的把这个壳从背上撕下来，疼不疼啊？疼啊，那钻心的疼啊。那个时候没心思念佛了。只有嗔恨了，因为当我们疼的时候，爹妈都不要了，都乱骂了，对不对啊？你们生病的时候是这样的吗？现在活着都这样，你死的时候你能不这样吗？聪明人记住，冬至是古代最重视的一个节日，因为跟我们修炼有关。这一天把自己的下腹腔热起来，活起来。说待会儿大家去火宫的时候不要着急走，
借那个火好好的烤烤火，烤到浑身冒汗啊，身体里热起来，那这一年就火了，病就没了。冬至日这三天搞好了，这一年不生病，你试试啊。我们为什么每年冬至日的这个来做法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见证者啊，去年冬至做得好，今年一年没生病啊，那这就是冬至相应我们跟天地宇宙的节拍合上去的原因啊。所以是大家虽然今天都上班，晚上还来这么多人啊，那么这么这告诉这个方法好。所以这个超度是超九族的这个转生体，九族转生去哪里了呢？那有三善道跟三恶道，这个叫六道轮回。进入2017年，有很多新的科学报告上来，最新的科学报告告诉我们，人死没有离开这个宇宙，还活在这个宇宙中，以另外度特的方式活着。所以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科学跟信仰会打破界限。以前科学非要证明有灵魂有鬼魂，科学现在证明不了，为什么？能够影现出来的只占4%，不能影现的部分占96%。说是最有智慧的科学家现在已经选择了信仰，选择了自己民族的信仰，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信佛教信道教也好，还是信了这个东正教，只要是正的宗教，实际上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人死没有死啊，我们死是不会死的，我们只是一次生死的轮回。那么你不想再轮回，做人，有的人说做人没做够，我是真做够了啊。所以我们修炼者首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我不再做人，望着一个不再做人的目标走。说老师你不做人，你不就做鬼了吗？对不对？这个人死了不就做鬼了吗？人死有六个地方去，这个是古圣先贤告诉我们的。我们自己还不能看的时候，我们选择信不信，怎么去选择？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人说你可以不信他，两个人说你也可以不信他，但是千圣所说，就是1000个圣人都说是这样的，你再不信你是什么啊？你是大傻帽吗？人家这个孔子成为圣人讲鬼神，老子是圣人讲鬼神，释迦牟尼是圣人讲鬼神，耶稣基督是圣人讲鬼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凡夫啊。不是你做了皇帝你做了富商就可以不是凡夫了，你看跟释迦牟尼在一起的国王今天谁还记得几个啊？跟老子在一起的大富豪谁记得几个啊？跟孔子在一起的帝王谁记得几个啊？都不记得了。但是他们这些人2000多年前的人居然现在还被全世界人们所尊敬，因为他们是圣人。圣人就是明了了宇宙实相生命实相的普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说我们为什么学他们，就是我们要跟他们一样成为圣人。说是圣人千圣所说有灵魂转世，有六道轮回，以前你还有一个借口说科学证明不了，今天科学家把双手举得高高的说 I'm sorry 啊，宇宙间只能证明的东西只有4%，96%的真实存在我们是不能证明，但是他们真正存在。2013年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还在那说眼见为实，科学证明了我才相信，那是你大脑有问题。所以大家要记住，千圣所说
说了一个什么，无论东方圣人西方圣人都说了一件事，有六道轮回，人死以后有六个通道，你可以去六个世界去轮回，一个是天，一个是人，一个是阿修罗，一个是地狱，畜生，恶鬼。所以说我们的历代祖先有一些在世的时候可能是大将军，那杀人无数，那死的时候可能堕三恶道，那需要谁？需要后代子孙去帮他们办超度，这就是超度的意义。他们还在地狱，还在恶鬼道，还在畜生道里面，那么只有我们这些在世的后代子孙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超度他们。说在座的可能都看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光目女为他的母亲所做的事情，使他母亲从地狱里面转生天界，否则他母亲在地狱里受苦。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办超度是为谁超度的？是为历代祖先在三恶道中受苦的，让他们超度到三善道去。那有些已经在三善道的，我们再帮他拔高一下，让他们转生极乐世界去，不再六道轮回。那还有呢，八难横死的，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历史上小国之间征战，杀人无数，战争死的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终止了生命，叫八难横死。八难横死还有车祸死的，地震死的，所有的人类灾害死亡的，还有跳楼自杀的等等的，都是突然终止生命的。这些他在恶道中，恶鬼道，就是凶恶的恶，不是饥饿的恶，他在恶鬼道，他是一个阴阳两界的中间状态，他又不能去阎王那儿去报道转世轮回，他又不能够再重新做人去三善道投胎，所以他很痛苦。那么我们有很多案例，他都是两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的战争死的或者自杀死的，那么在我们办超度的时候都来求，他都来求。大家注意，我们每次办超度有很多殊胜的现象出现，比方今天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宗教界有个洒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你们来之前就给洒了一次净，所以说我们这个坛城周围整个都是下了一场小雨，然后干干净净的洒净了，那这个世界就变得干净了。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瑞象。那么大家就是见过的还有很多，那就告诉六道众生实际上都指望我们，都指望我们，指望谁？指望人。说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在这个宇宙中人是最了不起的，六道众生里面人是最尊贵的，因为人可以变帮到天上的众生，帮阿修罗的众生，帮地狱畜生恶鬼道的众生，帮凶恶道八难横死的众生。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人身上挑着担子，但是不懂的人不去尽这个责任，不为自己的历代祖先办超度，不为这些孤魂野鬼办超度，这是我们没有大悲心啊！实际上他们在那个世界很痛苦，只有依靠我们人道的众生才能得到救赎。说老师，天道的众生很好，你别忘了天道众生一旦结束了自己天的福报之后，他还是要堕六道再受苦的，说也需要我们帮助。为什么？在天道，天道都是有福报的人去的，他没地方修炼，估计他那个地方也没有金银纸可以买啊，所以只有我们这个人才有这样的方法，通过各种善巧的方便来帮到六道众生。这就是释迦牟尼特别重视，叫人生难得，人生难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错过。
说我们在人道要为六道众生做点事儿，包括天道众生都指望着我们啊。所以是大家学过孔雀明王经的人知道，天龙八部都需要人的帮助。当你真正做这些善事的时候，天众天龙八部都来护卫，都来助力。为什么？赚一份功德，他们才能够升华自己的灵魂，从天道到一真法界，不再堕六道轮回啊。所以这是超度，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那今天无论学佛也好，还是不学佛的人，不相信有六道世界的存在，以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人死了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呢？人死了是躯壳的死亡，你的灵魂是不能死亡的，死不了，死不了就要再受罪。所以是大家叫活受罪，如果不小心到地狱里去了，那个罪可难受了。为什么？你被那个火烤，烤死了以后马上给你丢那儿，再用凉水一挤，你又活了。为什么？你活着的时候就烤活鱼烤活虾，你一顿不是吃一只虾，你吃好几只啊。那你这死一回还一只虾的命啊，那再把你挤醒了再给你还一条命，又烤死了啊，痛不欲生。你们现在被火烫一下都鸡麻鸡哇乱叫的，你说你活生生把你烤死什么滋味？他说那是虾，虾就不是命了，他也是众生啊。说大家要好好来上课，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没人教你们这种知识，没有系统学习，说不懂这些珍贵的宝贵的生命知识就很可惜。懂了这个知识，我们就知道这一生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说这是我们超度的意义，八难横死众生、阴灵、孤魂野鬼、我们的历代祖先，他们都可能在恶道中，我们让他转三善道，帮忙转三善道。那他在这个三善道，我们帮忙他转生诸佛净土，不再六道轮回。有的人说，老师，你能保证我参加法会然后就这些祖先都能够得到超度吗？我如果是保证，我就是大魔头。靠谁？靠你们，不是靠我。这个做法会不在于你捐钱多少，千万不要拿自己的钱来说事儿。哦，我已经捐了几万块了，这个法会为什么我的祖先还没有完全超度呢？那刚才讲了，那这个梁武帝都花了多少钱盖庙啊，你都没花到他那个份上，他都不能成佛了，你就想一下子就完事了。大家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信念，虔诚，不是求我，求诸佛菩萨，求圣者。老师只是做了一个导线，我用发电厂，发电厂有电，你们是电灯，你们的灯要亮需要电，说我做一根导线帮你去发电厂拿电，要你自己亮，你把那个灯开关关了，我倒是把电接上了，你倒不肯开那个开关，你怎么能亮啊？说是这个点亮自己的心灯，超度自己的九族，超度你无始劫生死轮回中的有缘众生或无缘众生，无缘大慈的众生，靠的不是老师，是你自己的心要配合。你心配合上去了，同步上去了，效果出来了。你心不同步，老师也干着急啊，说老师我都拿钱了。那这事儿真不是钱能说了算的事儿，那钱能说了算的，那富豪都成佛了，对不对？那不是这回事儿。那大家不要去拿钱说话，是心里的那一份虔诚。你哪怕一分钱都没在这捐，一分钱都没参与法会都不要紧，你是那份真诚，那份相信。这个历史上有个贫女点灯的故事，当年有一个女孩子因为这个灾害，然后就到处去讨饭，家里被水，村子里被水淹了，没有地方吃饭去讨饭。
这一天只讨到半文钱，半文钱连半个馒头都买不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感叹自己的命运不太好，他就到了一个佛堂佛庙去点灯，拿半文钱买了一碗油灯去点灯。奇怪的是他这盏灯老是不灭，然后这个和尚呢就感叹，就出来，大家和尚就为他办这个忏悔，待会儿我要带你们办忏悔啊，所以你们看能不能真忏，真忏悔，真忏悔不捐钱，或者捐了一点钱，那都功德无量啊。他是真忏，觉得自己真倒霉，怎么堕落到这个份上，讨半文钱，然后都吃不饱饭，讨饭也吃不饱，然后结果真忏，真忏以后老和尚给他忏悔了以后，结果等着这个灾害大洪水退了以后，他回到村子里，以前这个皇帝叫选妃呀，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嘛，选秀就把他这个有点姿色就选到皇宫里去了，结果 一不小心做了妃子了，就是 皇帝的这个太太嘛，啊，然后做了妃子，做了妃子以后，他这个想起来自己为什么从一个贫女然后能做妃子，他突然想起来自己点灯的功德了，这个时候他要回来报恩，他就带着万两黄金敲锣打鼓的到这个寺院里来斋僧啊，斋僧，结果这个时候老和尚躲着不见，教他的一个徒弟小沙弥说，你去给那个皇妃做做超度啊，说我是昨天刚从前天刚从温哥华赶回来的啊，这个大家的真诚，这个老和尚不出面不好意思，不能派个小和尚忽悠你们啊，我是真诚的来应这个道场啊，老和尚当家的要回来啊，这个不能派这个小和尚忽悠你们啊。这个小和尚出来以后，皇妃不高兴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嘛，你这个当年我半文钱你老和尚当家的出来了，你现在这个我拿了万两黄金敲锣打鼓的来弘扬佛法，你这个老和尚不见我，就不高兴，结果他就老和尚没办法就出来见他，见他以后皇妃问说为什么，他说当年你拿半文钱的时候你是真诚的，这个感动了诸佛菩萨现身，我不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啊，我是诸佛给诸佛菩萨打工的嘛，那你今天万两黄金来，你是炫富的啊，你很有钱，你是皇妃啊，铜锣开道慌慌慌的就过来了，然后名义上好像是在弘扬佛法，实际上是显摆我，你看皇妃啊，贵为天下之母，然后来弘扬佛法，这个动机不纯了，没有真心，所以我让一个小沙弥出来就足以了啊，看样你们的真心比万两黄金还值钱，说老和尚不得不出来了。那大家要懂得做这种法会，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你真诚，你要相应，你要同频，你要同频在同一个波道上。咱们电视机上很多波道，八波道演喜剧，优波道演悲剧，你总是要调到八波道，你才能看到老师吧。你才跟老师一起演戏吧，老师在八波道，你非在优波道上，这怎么能玩，玩不了啊！所以大家要重视呢，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今天要做的事儿。一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冬至，那么具体的来历有文字大家去看，那么再一个就是九族超度啊，我们要帮九族转世啊，有一些在恶道中就是恶鬼道的，他不得超生，不得转世，只有我们在世的亲人或者是你们发心者才能帮助他再去阎王的报道，然后去转世退他的阳啊，消他的业，然后才能帮他转世。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超生，超生就从三恶道超到三善道，往生是从六道轮回中出离去诸佛菩萨的净土，诸佛菩萨有无量净土，
那大家知道的可能是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净土，实际上还有弥勒净土、观音净土、文殊净土、普贤净土，只要是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都有自己的净土。那诸佛菩萨从释迦牟尼往前有七佛，从七佛往前还有千佛，再从千佛往前有无量诸佛啊，所以是众生的缘都不同，大家也不要去一定指定说自己的亲人要往生西方还是东方，实际上诸佛净土皆可往生，看他们无始劫跟哪一个佛结了缘，就去哪一个净土往生啊。所以是这个就是我们九族超度的这个内容。哎，为什么祭祖？祭祖我们 OSS 做的祭祖跟别人不太一样，四行祭祖啊。为什么要四行祭祖？因为你这个有爸爸，还有什么妈妈，爸爸上面还有爸爸妈妈啊 DNA。 像我的话有孩子了，我做全家的这个四行祭祖，爸爸姓张，妈妈姓毕啊，双姓了。哎，我太太也要照顾他，说太太关你啥事？那关事大了，因为我有孩子啊。那这个我只做我家的，太太不做。然后那么黄，他的爸爸姓黄，妈妈姓肖，然后这个不做的话，我的子女身上怎么样？有一半亮晶晶的，有一半黑乎乎的啊。你没有做啊，你没有这个把他的这个黑子释放掉啊。说是我们自私啊，我要儿女好，说我就双性的这个啊，老婆的我也要做，这就一个家庭就变成四性祭祖了。说我独身，独身你有爸爸妈妈，他们也有爸爸妈妈嘛，对不对？那你就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性祭祖，也是四性祭祖。那有的人说我这个是记在这个转姓了，过继给人的啊，那你就要多两个姓了，因为你这个养父养母，对不对？那你的生身父母也要做。有的人说我这个都不懂了，我从这个爷爷那一代就是转了，跟自己的这个生身这个断了，那很简单，就写你的爷爷奶奶也可以记得到。为什么？鬼神界特别的灵，特别的灵，不用你去查户口了，所以总是有这个办法帮助大家。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别处做的不太一样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关系，将来在相关课程中再给大家好好讲。那么还有呢，这个祭祀祖先通常是五天或者七天，最短三天啊，要请祖先。以前是在祠堂里面，比方说大村子里面张姓有个张姓祠堂，张姓祠堂里面按辈分一辈一辈的排了很多牌位在那，说是到冬至日都去祠堂祭祖啊，那这个就很热闹了。那我也是发愿将来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在新加坡建个万人祠堂啊，万姓祠堂，因为我们不能只建张家祠堂、李家祠堂，我们将来这个买一块地，这个建一个万姓祠堂，谁的祖先都可以往那儿去祭奠啊，那么就帮助大家了。这个因为平常啊我们没有时间啊，我们工作太忙啊，你家里即便有一个神主牌，你也不能够一天三餐啊。这个我们祭的时候挺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按照中国传统的一定要上点酒啊，因为你们新加坡不喝了，新加坡人是不喝酒的，但是你们的祖先有的是大陆的，有的甚至是北方的，那他们还喜欢喝点小酒暖暖身体冬天啊，这个挺有意思。就是酒上去以后一晚上下来，有的就剩了一点点了，有的是大半杯，有的是整杯没喝啊，那这个是你看就这么灵啊，那你就要相信真的在，他们真的在。并且今天希望你们参加完这个火供之后有机会也来体验一下，因为到时候祭祖现场也在这儿，来体验一下那些那个场完全不同啊，就是整个的那个仪式起来以后完全不同啊，整个的那个感觉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祭祖啊，祭祖。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所以我们专门搞一个
这个道场祭祖。道场祭祖还有一个好事呢，就是我们请祖先来修炼啊，你们知道闭关吗？啊，我们请他来闭关五天啊，说这里会念弥陀圣号啊，孔雀明王咒啊，请他们在这一起大家团圆之外闭关五天，提升他们的层次啊，说这个跟在家不太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祈福消灾，再次提醒大家别那么笨呐，还是给点给自己啊自私一点，祈点福啊，不要这个把自己给忘了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大家也纠正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会有一个仪轨带着大家完成啊，大概有12个步骤啊，不要紧，你们今天我看有一些是第一次来的，老师就是到时候会让你在一个状态里，就跟刚才你们进去的状态有点相似，实际上打开另一度空间和六道众生，这个四圣法界的众生交往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婴儿眠啊，就是所有的禅修也好，静坐也好，包括西方的冥想法，实际上名字叫糊涂，明幽冥的明是糊涂的意思。糊涂呢，谁说过这个话，说是郑板桥说过，说难得糊涂，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难得糊涂就是，那么用你们新加坡话说就是阿嘎阿嘎不勒不勒，你要进去那个状态啊，什么都好像晕晕乎乎的，迷迷瞪瞪的，哎，那个在孔子老子叫恍兮呼吸的状态，那就是冥啊。冥想不是坐在那儿静下来叫冥想，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想，稀里糊涂的像婴儿睡觉一样的，在那个清醒着又睡的当下，你就打开了阴阳界进去了，进去了，说进去了，有的人能看到，大部分人看不到，不要紧，会有一种状态你保持着完成整个法会。那在那个法会过程中，老师说什么你可能也听不懂也不明白啊，那都不要紧，你就跟着走就是了，走完了你就都做了啊，你就老师说泥丸宫，说泥丸宫在哪不知道，因为你们来的我也没时间给再教你们，那你所以要系统的上老师的课，将来才能相应。但是不要紧，我教你的灵，或者是带着你的光去泥丸宫，你说好，老师让你去泥丸宫，赶紧去泥丸宫 ，OK， 进去了，好了就行了，他就到了。说是这个叫稀里糊涂的方法，不要说哎，老师泥丸宫在哪儿？这一下子出来了，换波道了，我在八波道，你跑到右波道上去找了，然后就脱节了。说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你说去哪儿，泥丸宫好了，泥丸宫啊，这个然后天目天目啊，然后梵天镜梵天镜好了就行了，你就跟着老师走吧。说到胸腔了，好，到胸腔去，哎，他会听话的，哎，老师说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你只是看着他去听着他去，眼耳鼻舌身意跟他配合，配合到有一个时候的时候，嘣，你自己不见了，不见了就不管了啊，不见了就不管了啊。所以是那么还有一个过程会让大家流点眼泪，所以待会儿把这个餐巾纸准备好啊，鼻涕眼泪的你没东西擦也不好啊，是有一个场释放了以后，大悲心会出来，大悲心一出来你会哭得嗷嗷叫，不要紧，这里都是一样的，都会哭啊。所以你不哭才不对，不哭是因为你没心动啊，没有相应啊，你哭才对啊！说不要说我哭不出来，那你叫铁石心肠。哎，这要回去好好的弄点辣椒，摸摸眼睛，然后就出来泪了。啊，所以说这个不能铁石心肠，太硬了，你们太刚强了不行，要软一点心肠。说待会儿呢，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准备餐巾纸啊，工作人员帮个忙啊，然后呢就是。上个厕所回来我们带一个仪轨，就是按照整个仪轨把它做完。好，报告就做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休息休息十分钟吧。好，好不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我们的老师张卜生大师为我们进行法会仪轨，热烈的掌声。
好，谢谢你们的掌声啊，这才像个样子，这才像过节的样子嘛。只要你们开心，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好，下面我们就准备进入仪轨的正式仪轨。正式仪轨呢，因为今天来的有一些是第一次接触我们，所以跟大家讲就是 follow 着走。那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跟着走，然后就主要是进去状态，那么就效果就会出来。那么大家对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在真正的这个启动这个几个咒语的时候，大家要升起佛慢。什么叫佛慢？就是你要暂时不要做凡夫，你要做诸佛菩萨。比方说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进入空性。每个人的空性就是你的化身，清净化身佛。所以当你消失自己，完全无我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空性光明中，那这就是你的清净化身佛。在这个空性光明中，你的光在自己的这个胸膈膜下面会化成一个莲花，莲花上面你诵哪一个本尊的咒语或者诵他的名号的时候，你就会那团光，那个莲花中就会引现哪一个本尊。那么随着你念的时候，这个本尊会不停地放大，和你的身体合一。一旦合一以后，你就像个充气娃娃一样，你不停地长大。说在这个状态下，以你们目前的修为，主要是闭着眼睛，那这个叫圣观。圣观是什么？就是它十分的殊胜，所以你不要担心。特别是你们第一次来参加的，哎呦，我怎么长到顶天立地了？哎呦，我怎么变成阿弥陀佛了？你不要在那打妄想，说哦，我原来是阿弥陀佛转世啊，啊，这个不是这回事儿，这是你的空性光明中现出这个阿弥陀佛本尊，或者是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坛城，哦，说这个时候不要打妄想，就做一次。啊，自己当一次演员，自己消失，自己就变成本尊就好了。那这就是你的这个报身佛。所以说我们修法的人实际上是很简单，那么你在一坐中一定会把清净化身佛请出来，然后做一次报身佛。那么在做报身佛的时候，大悲心要流露，流露向谁？待会儿会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无始劫的所有的众生，冤亲债主也好，这个注意你们的众生也好，今天都会到法会现场，包括你们的九族的众生，所以是待会儿都关在你们的面前啊，你们变成无量大身。说这个时候你就在无始劫的时空中化身无量，这就是你的化身佛。你以大悲心化身无量，度无量众生。所以在一座法会中，实际上你同时既找回了自己的不生不灭的化身本尊，化身佛。所以说我们修佛人要去我慢，增加佛慢，就是你要敢于做佛，敢于做菩萨，但是不要张狂，说我就是哪尊佛的转世，我就是哪一个菩萨的转世。你这样一动念，你就是着魔了，啊！因为人无我，法无我，你又我有我了。我张卜生就是阿弥陀佛，这就着魔了，因为你的我起来了，我慢起来了。你这个时候不是佛慢，你是我慢。所以千万要重视，不可以转念。
不敢说啊，原来我是哪一尊菩萨，这个就错了啊。在无我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只有金刚萨埵，啊，只有孔雀明王，那这个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啊，所以是那么再用大悲心去流转，啊，那么在流转的过程中，你们这个可能脑子中会像放电影一样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影现，那有一些这个是你今生的画面，有一些是你父母的一些画面，有的是你祖先的一些画面，所以是父母的画面跟祖先的画面，或者你过去七世父母的画面，那你都是没经历过的，所以你会看到啊，行云流水一般的画面的闪现，你不用管，你用一个忏悔心对待它就好了，所有的画面的展现都是让你去清净它，释放里面的业力，所以是看到恐怖相不惊不怖啊，看到欢喜相也不要去粘着，也不要去喜欢，所以是这个在佛法里面叫佛来佛展魔来魔展啊，就在那个状态里面啊，完全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大悲心无我心来把这个法会整个完成啊，那这才是会十分的殊胜。整个流程我会引导大家说，大家跟着做就是了。然后下面请大家起立啊，我们要敬香请诸佛菩萨。请大家合掌，好，大家就不用跪啊，这个我跪的时候大家就是合掌鞠躬啊，因为场地的关系啊，请大家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好，请大家坐。
好，请大家收心，双手。这个有一些第一次来的啊，孔雀明王印，刚才大家学过了。右手压左手，翻着，手背在外面，然后拇指跟小指要接起来，手要放松，不要用力，轻轻地合在一块儿。这是孔雀明王印。然后礼敬诸师尊合掌印，男的左手比右手高一点，女的右手比左手高一点，不是平等合掌，是男的左手高一点，女的右手高一点，啊，这个要重视，这是秘法里面的一些秘诀。还有一个手印呢，待会儿你们念佛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是男的左手在上，女的右手在上，然后拇指相抵，放在自己的腹前，这个手的这个拇指的这个半圆对着自己的肚脐，旁边的相互看一下，有新来的朋友帮助告诉一下这个手印，这是接手印。好，下面请大家把意识回归到自己的体内，双耳听这个引擎的声音，听向大脑里面去。普通听声音是往外听，现在要求你们闭着眼睛，把这个声音听到大脑里面去。如果有戴眼镜的，可以把眼镜摘下来了，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给大家看。法本你们回去用，老师会引导你们啊，待会儿包括念祭祖文的时候，老师都会引导你们念一句，你们跟一句，所以不需要拿到法本，也不需要看东西，所以大家要把心态调一下。好，现在注意两个耳朵听声音，向内听，听向大脑泥丸宫。两个眼珠子转一下，左眼向右后脑交叉看右后脑，右眼向左后脑看，注意要翻一下眼珠子，用自己的意念，不要用力量翻一下眼珠子，然后交叉视神经在大脑泥丸宫，额前这有一点光顺着自己的脑缝明堂洞房也收到大脑正中，两个耳朵把声音听到大脑正中。三股光在大脑中间形成一股光，变成一个光珠，向后脑运动，到后脑勺有个镜子，把它反射出来，进入大脑中宫的松果体中，进入松果体中放光，然后放下光以后，现在光凝聚在大脑正中的泥丸宫，变成一个光球，乒乓球大小的光球，然后向前经过洞房明堂出来，在自己的额头前面眉毛中间这个地方凝聚成一个光点儿，这个光点每个人都有，静下心来观这个光点儿。那有的人是一个光团儿，像乒乓球大小的一个光团儿，而静下心来观额前的这个光点也好，这个光台也好。右眼睛的光通过眼皮交叉
交叉点在这个光的光点上或者光球里面放光，这个使额前的这个光珠或者光点更加明亮。有没有都不要紧，不要用大脑去想，然后两个耳朵再次内听，听向大脑正中，天目前的额前的这一个光珠经过明堂洞房向里进去大脑正中。音响师把声音调一下，放大一下，然后这个光珠向中间凝聚，在大脑正中凝聚成一个光珠，然后这个光珠放下光，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放下光，把大脑中的黑气、病气、浊气都排出体外，将大脑正中的这个光珠顺着身体正中央下降到胸腔正中央，化成一个莲花，一盏灯点燃，这盏灯就像这个桌子前面供的这个灯一样十分的明亮，然后在自己的胸前、胸后、胸左、胸右复制出四盏心灯、五盏心灯，在胸腔大放光明，将整个胸腔里的黑气、闷气、郁气、怨气，所有不好的气通通的排出体外放光，收五方佛灯的光变成一个光珠透入自己的心脏，左右眼睛要盯住这个光珠，耳朵要听这个光珠，在心脏里面放光，一次放光，光芒万丈；二次放光，光芒万丈。双手扶在双膝，全身要放松。第三次，光芒万丈，放光。然后调这个红光珠到胸膈膜上端。有个莲花打开，然后安在中央，红光珠放光，上下左右前后大放光明，把胸腔、颅脑腔、下腹腔整个身体光空，只有一个太阳大放光明，把毛孔打开，穴位打开，把整个胸腔的浊气、邪气、病气排出体外，然后红光珠穿过胸膈膜，在腹腔的上端，莲花瓣向下开，红光珠在莲花中央向下放光，光芒万丈，照自己的三叶肝、胆囊、脾胃、胰脏、双肾、大小肠、膀胱、子宫，然后前列腺、卵巢、睾丸、前后二阴、骨盆，光继续向下走，经过两个大腿到膝盖到小腿到脚趾，整个都暖洋洋的照在阳光下面，胸膈膜下面的红太阳大放光明，再次放光，第三次再次放光，大放光明，复制一个红光珠向下进入小腹腔正中，肚脐后面的小腹腔正中，按照右后左前的方向自旋，像地球一样的自己旋转，速度很快，右后左前，右后左前，右后左前，刷全自动的转起来，两个眼睛盯住自己的前列腺、女的子宫口，在这里观一个液化气或者灯，
或者蜡烛，噗的一声升起火来，火焰熊熊燃烧，整个小腹腔开始热起来，热起来，热不要让它穿过超过肚脐水平线，往下压，压到整个的腹腔、骨盆、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趾、涌泉，这是你的肾经所在的位置，要让它热起来、烧起来。如果是中高层次的热很阻的时候，让它从尾闾骨进去，一层一层的热你的上中下三丹田，热你的整个脊椎骨，啊，普通的就关着小腹腔下面整个往下热就对了，然后关这个炉火熊熊燃烧，红光珠按照右后左前的方向高速旋转，心中常燃万年灯，炉中不断千年火，这一炉一灯不要让它熄灭。现在关你的左右双肩，左右双肩有个肩颈穴，把它打开，像两扇门哗啦打开，腾飞出两朵莲花，都超过头顶，左肩的莲花打开，男的左肩的莲花上坐着自己的父亲，无论他在世还是不在世，观父亲年轻时候的形象，坐在自己的左肩。右肩女的是坐着自己的母亲年轻时候的影像，右肩的莲花打开，男的坐着自己的母亲，女的坐着自己的父亲，都是年轻时候的样。自己头顶有一个莲花，百会穴打开，腾出来一个莲花，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坐在莲花上面。然后父亲的双肩也打开，两个莲花腾出来，父亲的左肩坐着爷爷，右肩坐着奶奶，头顶坐着自己的父亲。母亲的莲花双肩打开，母亲的左肩坐着外婆，右肩坐着外公。说是不知道他们年轻的样子不要紧，你就知道那是外公外婆，那是爷爷奶奶坐在自己父母的双肩，父母的头顶上坐着他们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好，如此这般一层一层把爷爷的莲花打开，奶奶的莲花打开，外公外婆的莲花都打开，各自坐着他们的父母，头顶坐着他们自己，这样一层一层向上开九层莲台，自己的九祖，父亲的九族，母亲的九族，在虚空中坐在莲台上，自己的头顶上面那个莲花上的我，年轻的我，双肩打开，左肩男的坐着过去七世的父亲，右肩坐着七世过去七世的母亲，女的左肩坐着母亲，右肩坐着父亲，七世就是你前面七辈子的父母，这样一层一层的莲花，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双肩也打开，也把七世父母的这个九族都进行连通。这个时候基本上虚空法界全是莲花层层的叠压在自己的双肩上、头顶上。那在你头顶的虚空上方，正对着你的左侧，有无量的诸佛菩萨现象，有阿弥陀佛、本师释迦牟尼、药师佛、
以及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等等诸佛菩萨，在左侧的虚空显现。你头的右侧上方有道家师尊、三清圣祖、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还有诸天众、诸位师尊、八仙等等能成就的师父们，道家的在右侧的虚空展现。那么你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请圣母、请耶稣、请过去耶稣之前的众圣者、众先知，都在虚空中显现。那么一切的圣者都应该敬仰，不分种子，不分宗教，敬仰一切的、礼敬一切的诸圣贤、诸圣者。观自己的前面，这个时候自己变得无量高大，观自己的前面，围绕着自己的所有的有缘的众生，和自己的七世父母有缘的众生、九族有缘的众生，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的小小的，在自己的前方展开无量无边。自己的身后，自己的父母、亲友、员工、眷属、朋友都在你的身后啊展开。这个时候自己就进入了一种状态，请大家接孔雀明王印。弟子恭请十法界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众生，体内体外一切众生，同修共证。弟子恭请十法界一切众生，体内体外一切众生，同修共证。弟子恭请施法界一切众生，体内体外一切众生，同修共证。嗡玛尤拉格兰迪斯瓦哈，嗡玛尤拉格兰迪斯瓦哈，嗡玛尤拉Grandi Swaha Om Mayura Gr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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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ha Om Om Mayura Grandi Swaha Om Mayura Grandi Swaha Om Mayura Grandi Swaha
swa ha Om Mayura Kar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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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 haOm Mayura Karandi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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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ura Karandi SwahaOm Mayura Karandi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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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ura Karandi Swaha OmMayura Karandi Swaha Om May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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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andi SwahaOm Mayura Karandi Swaha Om Mayura Karandi Swaha Om Mayura Karandi Swaha 弟子感恩十法界一切众生体内体外一切众生同步修炼弟子感恩十法界一切众生体内体外一切众生同步修炼弟子感恩十法界一切众生体内体外一切众生同步修炼请大家顶上三印双手合掌三鞠躬好请大家继续合掌闭着眼睛内观左右眼睛向内视两个耳朵向内听将自己的心意调到胸腔进入左侧的心脏在心脏里面用自己的心光化成一个香炉你如果是有天主教基督教信仰你可以化成一个蜡烛台这个香炉上插着三支香蜡烛台上点着三根蜡烛把它点燃香也点燃然后将这个蜡烛台或者是香炉移到胸腔正中央然后打开头顶百会让它出体到头顶上方到头顶上方以后化成上中下三个香炉或者三个蜡烛台然后把最上的一个推到头顶的虚空无量遥远的地方礼敬上三界众世尊把中央的一个推向自己的前方虚空供养中三界的世尊把下面的一个推到自己面前的地上供养下三界的众世尊这个是心香供养然后
供养完了以后，我们来祈请，祈请众师。弟子，至诚礼敬，历代祖师，一鞠躬。弟子，至诚礼敬，大恩满衣上师，一鞠躬。弟子，至诚礼敬，本师释迦牟尼佛，一鞠躬。至诚礼敬，大日如来佛，一鞠躬。至诚礼敬，金刚萨埵师尊，一鞠躬。至诚礼敬，孔雀明王佛母，一鞠躬。至诚礼敬，过去七佛，一鞠躬。至诚礼敬，阿弥陀佛，一鞠躬。至诚礼敬，消灾延寿药师佛，一鞠躬。至诚礼敬，当来下生弥勒佛，一鞠躬。至诚礼敬，大悲观世音菩萨，一鞠躬。至诚礼敬，大愿地藏王菩萨，一鞠躬。至诚礼敬，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一鞠躬。弟子，自诚礼敬，大恩空净上师，一鞠躬。弟子，至诚礼敬，历代祖师，一鞠躬。至诚礼敬，张道陵祖师，一鞠躬。至诚礼敬，太上圣祖，一鞠躬。至诚礼敬，三清圣祖，一鞠躬。至诚礼敬，无量道德天尊，一鞠躬。至诚礼敬，太乙救苦天尊，一鞠躬。至诚礼敬，十方一切诸天尊，一鞠躬。至诚礼敬，十方三界各界师尊，一鞠躬。至诚礼敬，大慈之父上帝，一鞠躬。至诚礼敬，一切圣先知，一鞠躬。至诚礼敬，大慈大悲圣母玛利亚，一鞠躬。至诚礼敬，圣耶稣基督，一鞠躬。至诚礼敬，圣穆罕默德，一鞠躬。至诚礼敬，上中下三界，一切护法，传法，本命师尊，一鞠躬。好，下面请大家起立合掌，我们进入一个祭祖的这个仪式。
我诵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啊。立曰，立曰，天气下降，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地气上升，天地交合，天地交合，群物皆生，群物皆生，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君子道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岁奉丁酉，岁奉丁酉，时当冬至之会，时当冬至之会，阴极阳生之时，阴极阳生之时，我等晚辈，我等晚辈，在新加坡共和国，在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共和国，马来西亚共和国，共同举行，共同举行祭祖典礼，祭祖典礼，全球，全球，中华文化传播公司，中华文化传播公司，全体员工，全体员工，及全体学员，及全体学员，及全体有缘之士，及全体有缘之士，谨致给予，谨致给予，全体人类，全体人类，历代祖先之灵前，历代祖先之灵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之灵前，列祖列宗之灵前，新加坡，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中国，中国，等各国国民，等各国国民，历代祖先之灵前，历代祖先之灵前 ，OOSS，OOSS， 全体员工。全体学员，历代祖先之灵前，此次参加祭拜超度法会，全体圣众，历代祖先之灵前，曰，大载斯人，大载斯人，万物之始，万物之始，万物之生，万物之生，发而为孝，发而为孝，百善守昌，百善守昌，孝之为道，孝之为道，生当供养，生当供养，升天之后，升天之后，祭典已时，祭典已时，香烟缭绕，上达九天，神通万里，祖灵请降，到位安坐，我等晚生，共聚一堂，诚心诚意祭拜祖灵，合掌三鞠躬。愿列祖列宗，愿列祖列宗，吉祥如意，吉祥如意，万事亨通，万事亨通。愿列祖列宗，愿列祖列宗，借法界圣者之力，借法界圣者之力，转生超生，转生超生，三善道，三善道，永脱苦海，永脱苦海。愿列祖列宗，愿列祖列宗，早发出离之心，早发出离之心，菩提之心，菩提之心，早成圣道，早成圣道，早脱轮回，早脱轮回。愿列祖列宗，愿列祖列宗，保佑我等，保佑我等，儿孙满堂，儿孙满堂，阖家幸福，阖家幸福，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逢凶化吉，逢凶化吉，财源广进，财源广进，事事顺利，事事顺利，万事亨通，万事亨通，百事精神，百事精神，晚生，晚生，略备存量，略备存量，金银财宝，金银财宝，蔬菜饭食，蔬菜饭食，水果茶点，水果茶点，敬请领受，敬请
受一句躬。我等晚生，我等晚生，今后定当不辜负列祖列宗之期盼，精进修炼，早证圣果，早成圣道，一人升天，九族超生，以此报答祖先之恩德，当今之人类大都丢失高尚精神，灵魂升华之追求，误入歧途者不可胜数，此时乃人类之大不幸，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诚如经中所言，人身一失，披毛戴角，再想修炼，难入登天，此甚堪忧者。愿列祖列宗，泉下有知，帮忙觉悟，后代子孙，早寻名师，早修正道，一生成就，普度众生，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觉者佛也，迷者众生也。愿人类全体，所有的生命者，都能早日觉醒，早证圣道，永脱轮回。愿在所有子孙的帮助下，列祖列宗，能够早日超生善道，往生净土，获得永生，吾等借冬至祭祖超度法会之际，恳请列祖列宗和我们同处一个时空，同步修炼，早脱轮回，早成圣果，誓愿真诚，发自肺腑，恳请再三，万望成就，合掌三鞠躬。古白凝翠，心花吐芳，雨空苍苍，泪水盈盈，五心伤伤，净焚心香，告慰先祖，永慈吉祥，祭礼月成，福为赏享，合掌三鞠躬。好，请大众落座。下面当我说到这个弟子张卜生的时候，你们需要说自己的姓名啊。请大家合掌。弟子张卜生，
今虔诚心志，参加冬至法会，祭祖典礼，弟子祈愿，上中下三界，一切祖师大德们相助，救拔历世父母和有缘众生，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中得以出离，转生三善道，从六道中脱离，永脱轮回之苦，早证无上圣道，获得永生，弟子祈愿，弟子及阖家，以及有缘众生，九族消业，愿他们的冤亲债主都远离痛苦，获得救拔，永出轮回，早证无上佛道。请师尊们，帮助弟子的九族得以超生转生，三善道，往生诸圣者的净土世界，获得永生。请师尊们相助，八难横死的亲友，众生都得解脱，转世转生，乃至往生诸圣者净土。请师尊们相助，英灵得以被超度，转世转生，乃至往生诸圣者净土。弟子祈愿，恶鬼道众生皆得饱足，早日转生超生。弟子祈愿，三恶道众生能早出苦海，早脱轮回之苦。弟子祈愿，六道众生早日觉醒，获得永生，不再生死轮回。弟子祈愿，再生父母，天父天寿，一世的父母，七世之父母，永脱轮回，获得永生，以报答累世父母的养育之恩。弟子祈愿，消灾免难，事业顺利，家庭幸福，财源广进，增福增寿增吉祥。弟子等今后定当精进修行，修行有所成就，加倍回报，回报众生，回报众事，好，下面给大家一点时间，你还有什么愿望，你自己说，用自己的心音，不必说出口来。有的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的疾病转安康，有的为自己的父母，你自己有什么愿望，参加这次法会的动机，请向虚空法界、众生界、圣众界提出祈请。
所愿悉令满足。请大家合掌，我们下步进入这个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往昔所作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往昔所作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皆忏悔。好，下面请大家随着这个音乐，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一个唱诵弥陀圣号的这么一个过程。在唱诵的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虔诚地忏悔，把自己无始劫以来所做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业障，那么借着今天的这个法会，然后来进行一次很好的这个忏悔，然后一个人是不可能没有业障的，只要我们真心的忏悔，我们就能把无始劫的这个业障进行这个好好的来消除。所以在忏悔的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一定要动，要升起大悲。从我们佛法来讲，无始劫生死轮回，我们造作了无量的这个业障，所以说我们只有用自己真诚的忏悔，才能把所有的业障变成无量的光明。那么众生因为怨恨我们，才会留一些黑色的因子在我们的体内，在我们的 DNA 中。随着我们真心的忏悔，借诸佛菩萨就是圣者们的光，我们内外的光一起，可以从 DNA 中释放所有的九族或七世父母那么所遗传基因来的，以及我们的八十阿赖耶识中带来的这个恶因都得以释放。只要他们从我们的身体出来，那么借着外面的无量佛光，就可以把他们超度啊。那么实际这些众生也很痛苦，他在我们的体内也是很痛苦，他在我们的周围也是很痛苦，所以我们和所有的众生一体修炼，让他们放下怨恨，看在我们无知的份上，来饶恕我们，和我们一起同证佛的光明，去获得永生。所以大家诵的时候要真诚的忏悔。实际因为教育的问题，我们这一生很无知，很多该做的事情未做。你们在座有一些人的父母已经去世了，说是想再尽孝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在父母活着的时候，
总是以各种理由，忙，没有时间回家，从来没有说回家看看，不能回家，哪怕是你给父母一通电话，也懒得打。实际上自己的心铁石心肠，硬得像块石头一样，没有真感情。说是在座的很多的父母还在，要珍惜这个机会，再忙给父母打个电话，再忙抽时间带着孩子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们疼自己的孩子，父母在你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疼着你们，当他们衰老了，年纪大了，他不是要你的钱，他最希望你能够时常的跟他通通电话，时常的回家看看。还有我们的同事，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因为关心我们才在乎我们，才说我们的是非。我们要懂他们，这是一种爱。如果他不在乎你，他不会去说你。所以把那些怨恨我们的、诅咒我们的、甚至诽谤过我们的人，都要懂得他们是发自一种爱，从真心的一种爱，对我们的一种关怀。但是我们却怨恨他们，他们有可能是我们的领导，有可能是我们的员工，有可能是朋友。心中的千千结，在忏悔中都要把它解开。无论人家对我们好也好，也要忏悔，因为他们对我们好，我们没有把这个好回报给他们。他们对我们坏，我们更要忏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不让他们怨恨我们呢？错都在我们自己啊！是我们使众生怨恨我们，今生没有得罪他们，那过去生一定有他们放不下的怨恨寄存在心中，这都是我们的过错。说在忏悔的过程中叫忏悔业障，忏过去的业障，会今后不再重犯啊！要打开自己的心门，在我们佛法中观所有的众生都像父亲，都像母亲，叫如母众生，如父众生，那也是如子众生，像你的子女一样，他们都渴望着你的爱，渴望着你的帮助。我们居然去专注在赚钱，忽略了这份真感情，说我们要好好的忏悔。兄弟姐妹之间要好好帮忙，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有的兄弟姐妹很苦，我们居然不伸手去援助他们。社会上那么多的孤寡老人，这个没人照顾的儿童，我们也没有在乎他们，也没有去看他们一眼，只知道疼自己的子女，不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忏悔的。所以用自己真诚的眼泪洗净自己的业力，释放他们的怨恨，让我佛的光明去超度他们，让他们借着光明永远的释放怨恨，然后超生转生乃至往生诸佛净土。说真诚的一个忏悔，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忏悔。Oh.
Namo Amitabha.
大家跟我一起诵一下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啊。Om Banzer Sado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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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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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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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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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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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zer Sado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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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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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Hong Om Banzer Sado Om Banzer Sado H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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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zer Sado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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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zer Sado
深金色，阿弥陀佛，向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显令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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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势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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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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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法界一切众生，愿法界一切众生，借我佛誓愿，借我佛誓愿，皆得转生，皆得转生，超生，超生，三善道，三善道，往生，往生，诸圣者净土世界，永出轮回之苦，南无无量光无量寿如来，南无无量光无量寿如来，南无无量光无量寿如来。好，下面请大家把双手摊开，然后面向供台两边的黄符纸、金银纸还有供品，然后观看一眼他们，把他们的场抄起来啊，全部的画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坛城，抄起来送到虚空法界。升到虚空法界以后，双手合掌，那么来祈请诸圣者对这些法物进行加持，请诸佛菩萨加盖法印，诸天尊加盖法印，诸圣者赐予光明，赐予能量，然后念一下这个化纸化物神咒，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千化千千万，千化千千万，用自己的心意把这些供物供品金银纸黄符纸化成无数无量，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千化千千万，千化千千万，度尽众生始成佛，度尽众生始成佛，一化十，一化十，十化百，十化百，百化千，百化千，千化千千万，千化千千万，度尽众生始成佛，度尽众生始成佛，一化十，一化十，十化百，十化百，百化千，化千，千化千千万，千化千千万，度尽众生始成佛，度尽众生始成佛。好，请大家把这个法界的所有的这个化成的带着光的供品供物收拢来，推到自己的这个面前的法台，融入到这些供物供品金银纸黄符纸里面。好，请大家合掌。弟子将参与法会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历世父母以及有缘众生的冤亲债主，回向给众生得度，回向给
众生功德无量，众生功德无量，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圣净土，庄严圣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悉皆成圣道。好，现在观自己的双肩上面的一层层的莲花，还有头顶的莲花。那么从九祖那个地方一层层开始收，父系的都归于自己父亲的心里面，从双肩进去到胸膈膜下面一个点儿凝聚，母亲的九祖收归到母亲的心间胸膈膜下面的一个点，然后再把父母的莲花包裹着父母收进来到你的胸膈膜下面的胸腔正中央一个点儿，然后头顶的自己把含着七世父母的九族的光收回来，三朵莲花最后融合在胸膈膜下面黄庭那个点上，凝聚成一个点，身周围的无量光通过毛孔穴道也收进来，也凝聚在这个黄庭这个点上，将无量光收在这个地方。好，下面呢就是请大家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去火供现场啊，那么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这个火供。那么记住，大家要离开火供现场的时候要向虚空法界的师父们行答谢礼，然后再离开。好，那么如果是火供完了还有时间的人想来参加祭祖的，欢迎回到祭祖现场，再回到这个现场来。好，对大家参加这次法会祝以最圆满的祝福啊！大家吉祥如意，所愿悉令满足，扎西德勒。